开始了，这是一场1100米的角逐，开闸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开闸之后，我们看到14号是冲到了最前面，但是他的闸箱的位置并不太理想。现在11号是抢到内栏的位置，11号是初露锋芒，今天第一次出赛的初露锋芒，在开局阶段呢，开场阶段是跑得非常的顺利，抢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，目前是处于领先。现在转过第一个弯道，现在应该说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。暂时领先的是11号的初露锋芒，在他身后有4匹马是紧随其后。马上要进入到第二个弯道，进直道的冲刺，离终点还有400米，我们看一看最后的冲刺的情况。现在领先的应该还是11号的初露锋芒，但是领先的优势并不太明显。目前初露锋芒保持的状态不错，冲刺的步伐非常的有力，现在越跑越快，初露锋芒很有可能在他的首次出赛当中获得头马，表现非常的优异。最后的50米，我们看一下初露锋芒现在表现的怎么样，他保持的非常的稳定，冲过了终点，没有悬念。11号的初露锋芒在中